哎，大家好，这是 Shinies 为大家带来《Binding of Isaac: Afterbirth Plus》的游戏开荒视频。上一期呢也是用了，应该是刚刚新解锁的那个 Lilith，等于是打了一期。感觉上可能是不太清楚这个角色就是比较难，还是说他，这个人好像果然会爆炸，还是说我还没有找到打法？总之感觉上不是特别的，哎，我好像我可以。总之呢，感觉上一期胜利可以说是比较费功夫吧，我也算是等于是尽了我最大努力，等于是提升我们的胜利的一个机会。我发现这个 challenge 叫 The Tank，好像确实是用的是 Maggie，也算是比较坦克的一名角色，而且给的物品都是有点太过分。现在我们移动速度只有0.25，一个 Infamy 倒是也。可以提升一些生存力，但是这个速度来讲实在是太慢了，而且攻击力也不是特别的高。可以看我们的射速现在是10，应该算是比其他角色都要低的。好在是有两个 Lard，普通的 Lard 好像每个 Lard 都会降低你的移动速度，但是普通的 Lard 好像是能增加不是啊，是那边那个叫 Thunderlord 的吧？它是可以增加，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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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觉得这个有点比我想象中要困难不少。两个 so hard 先不要打。现在应该是一共，这个 pajama 是给三个 so hard 的，给四个 so hard 的。由于是 challenge，应该是没有物品房间的。但是应该会有商店，这什么东西？这怎么看着像 Hush 里边的那个？哎，没想到那边有，哇，好吧，Bombs Key，拿一个吧。这边呢，我是把石头都破坏点，看看有没有一些几率能打到一些，比如说是像是地下室啊，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我这边呢，应该是由于是有一个物品是可以把我的血加满，所以说这边我也就比较无脑的直接去坦克了。我的攻击力是很低吗？还是感觉我的命中率也很低啊？这个命中率应该是，这确实是我的问题，但是攻击力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像这个房间应该，或者这个楼层应该是打完了。隐藏房间我不太清楚在哪，BOSS 战房间旁边那个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是隐藏的啊。它是，好像是比较窄的那个房间，应该是不会，那种窄的房间应该不会说是有一个隐藏，这样，等于是隐藏，可能是它相当于是在，没准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我是不太清楚，这样这边出不来的话，可能在我的左边，一般隐藏房间我理解是三个。等于三个或四个相邻的房间，你要是这些条件不满足的话，我估计只能就是两个的房间。两个房间我是不太清楚会在哪里。
讲生存力算是很足了，但是攻击力跟速度还是有点，不能说是有点啊，是非常的欠缺。我们现在 so hard 的比较多，我觉得就直接进了。但是浪费了一个。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普通的角色打刚才这个房间就已经很吃力了，再加上我们的移动速度真的是有一定几率是在，但是你进一个有敌人的房间的时候，有一定几率是生成一个蜘蛛。这样爆弹倒是得到了一些，还是能破坏的话都破坏一下吧，尽量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打出一些。哎，这，我天哪！发现那个石像的敌人还会一直在拱我，好像是因为我速度太慢了，所以是导致他可以拱我，还是？还是什么原因？总之，刚才是我被拱得非常的严重。这房间里边倒是有一些财宝，看不太清楚，好像只有一块钱跟一个电池啊，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好像只有1块钱跟电池。终于出了一个小蜘蛛，先把这种会冲锋的大的，应该是 Dingo 吧，先给它打掉。然后，反正这层大便倒是很多，要是能拿到一些相应的，可以增加，比如说打大便可以掉钱，或者说是增加掉物品的几率的话，倒是应该是不错。这是 Magic Finger，是等于是你花钱对敌人造成伤害。我感觉上不是特别的好，先暂时看一看吧。由于是我们楼每楼每个楼层没有物品房间，所以说商店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就算钱不多吧，也要赌一赌。我觉得万一要是能赌到一个，比如说它有7块钱打折的一个东西的话，这样我们进就应该会算是比较值。隐藏房间呢？还好是在他第二个冲锋出来之前是给消灭掉了。我猜有可能是上边会是我的隐藏房间，但是先……我觉得就直接先去打吧，因为还是……哎。的话可以说是，我是觉得可能算是最容易的一个 boss 吧。但是由于是现在我们速度比较慢，所以说我是不太清楚会造成什么特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居然 miss 了，个狗粮可以拿一下。这个我觉得就
这个交易可以说很烂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平常的话，我可能会拿一拿，这个我估计我就不拿了。可能我原来的想法是，由于我们非常慢，我是想能不能通过一些交易，可以是获得一些，比如说飞行能力，从而是增加我们的移动。现在的话，由于这个交易太烂了，我在想是可不就是索性直接去看看能不能是拿到，有没有办法是搞到天使交易。哎，发现速度真的是好慢，想朝一个方向躲都躲不开。一个 lock up 倒是不错。像别的东西，我觉得是没有，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了。我觉得就直接是接着往下走吧。这边好像是只要看这个楼层啊，看好像是只需要打到 mom 就可以了。这个房间呢，比较想打。我们先看一下，我觉得先去。先去探索。恶魔交易，等于现在我是不想去找恶魔交易，但是还是先去打 BOSS，我觉得还是先去打 BOSS，因为你就算天使交易现在是百分之，不不不，现在是50%的几率，有可能你还是获得不了。活得不了的话，趁着现在等于是没有受到红血伤害，看看能不能先把恶魔交易也是给恶魔交易。现在毕竟几率比较高嘛，这些蘑菇估计我就不采了。要是爆掉的话，我会费很多的血。一个卡片，目前呢没有什么用，看能不能拿到打到 2K 吧。打到 2K 的话，可以是基本上能打到很多的，从献血机上应该是可以能拿到很多的钱出来。发现我们移动速度好慢，等这个它喷完以后，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已经是喷完了，感觉上完全是不用，没有必要是来回的走，直接等它喷完就可以了。我的攻击力是很低吗？还是什么原因？而且这层感觉上好大呀！这个苍蝇怎么跑得比我还快？还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是 Cave One，感觉上玩到
这个程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升级的 DPS 的升级的东西都没有啊。哇天哪，居然躲过去了。这个房间可以说就是纯坑人的房间。哇，效果未知。Use diaper, you stink。我觉得就随便用 B 控，我估计会打上大概，可能给打上个五分钟。怎么还有 Little Horn？ 这怎么打？这有点太乱了。哎呦，天！我觉得 Big Horn 的那个，他的那刚才这个喷球的攻击，他起始速度太快了。这个起始速度我还能啊，还可以接受。起码感觉上你站在他的怪的上方的话，好吧。站在他上方的话，这个球他一开始喷的是不会好像炸到怪了，还是不错。没有炸到。这个球打到他自己的身体是会，好像也会造成伤害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想 ，speed up 还是很有帮助，不要打。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啊。Horf Barbarian 的话，我们是。可以说是用就是普通的血的 container 是很多，要是全是我们要是全是 so hard 的话，可能会更好用一些。我觉得还是不拿了，就是看看能不能在下一层的时候把天使的交易再提高一些，从而是能有更好的获得更好的效果。这样接下来这边应该不是隐藏房间。Liberty Cup， 我是觉得，我就直接拿了吧。居然没有，天哪，这些蘑菇是。不但是没有毒气啊，连一个药丸都没有出来。Piggy Bank 是做什么的？增加被攻击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是会掉钱。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可以拿。哦，居然打出地下室来了。是 Black Market 吗？不是。Petrified Poop 是，就是等于是你打大便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几率，有一定几率是掉更多的东西。我觉得Liberty Cup 我是觉得可能算是我是感觉上可能是最好用的一个
一个饰品吧，起码从我是指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用的这些饰品中。Something's wrong。这是一个 lover 的卡，还有吗？我现在觉得，由于是没有一些天使恶魔交易什么的都是没有啊，这边我是只能就是去尽量想办法的是去获得一些，这边会是隐藏房间吗？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不是，不是的话，可能是在这边，有可能是。你喷的东西太多了，这怎么打？一些药丸儿，Something's wrong。这个呢，X-lax，Tears Up 是我觉得是非常不错。Bombs a Key 跟 Speed Up，这样起码现在我的感觉倒是比原来感觉要好不少啊，起码没有这么的那么的恶心了。那现在血不满，商店呢，我是看了没有什么。这什么？Passage。他写的是你在开火的时候随机的会打出一堆这个东西，这是做什么的呢？感情可能我猜敌人要是碰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吧。像这边一个 lover 的卡，其实我们血倒是很多，我觉得应该不会说特别需要 lover。像没有，等于是钥匙都已经用完了，没有任何的。怎么现在我们的速度是起来了，没有说是。好像是出了一个。这边我的新的物品的效果，这朵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Broken Ankh 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一个随机的效果，不发动的话呢是没有。也是没有，没有任何，这是什么情况？好奇怪哦，在玩的时候已经是遇见好几次这种，等于是你会把，你血不满情况下会把血踢得满图乱跑。
边的费点血就费点血吧。哇，我攻击是 3.5 啊，比其他的角色好像都 要低很多。哇，这攻击流点太低了。我以为我们之前吃了一个 Tier Sub 好像是有所缓解，但现在依然是效果不好。还好现在速度比较快。救命。哇，这好吧。就这些特别胖的这个蝙蝠实在是太劲打了。哎，好吧，现在我需要商店跟献血机。好像是有一个 2K 这边呢，这边我估计先不走吧，先去那个 2K 去看一看。好吧，还有，哎，这么多人。好像我的射程比他们远啊。而且这个房间好像吃了一个 mini mushroom 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我知道这么打下去的话呢，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是他们会这个敌人会复活。那我现在的我的想法是，起码把每个人都打进，像这个领头是刚才这个人，他应该是就要确定把每个人呢都打成那种残血状态，然后找一个时机看能不能消灭一个。像刚才的时机算是不错，但是我的命中率不是特别好。我知道打得非常的不好，但是我也是确实没有办法。我觉得实在是太这个房间就是对
这要求太高了，要么我可以无脑的一直风筝就是去不停的跑，但是什么都打不坏，就是什么也打不死，这样运气也是很不好。本身想法是进这个房间去加加血的，但现在刚才我是吃了一个lockdown 的一个 pill 啊。花到15块钱，然后去商店。那边摄影机呢？我稍微的等一等吧，因为它我不太清楚会。我不太清楚那个我之后在商店能买到什么东西啊，要是说商店东西好的话呢，我是可以去是可以考虑一下，但现在的话由于不太清楚。哎，他怎么出来了？这是两个敌人吗？刚才怎么那边好奇怪，怎么那边刚才我看的凭空爆掉了一个东西。商店在哪里？我拿的是 Liberty Cup 吧，应该是，好像在这个上边。我怎么刚才我的手柄为什么不听使唤了？刚才一直是朝着这个上面走啊。这没有用吗？好像是没有伤害，只是好像是地很滑的一个效果。这样能产生一些连锁反应。好吧，这我能做什么呢？我真的是
不太清楚啊，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天使交易，因为现在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这都没有炸到。而且我伤害可以看是真的是也是还是有待提高，又是一个不太会打的 boss。 他就只会冲锋冲两次吗？变黑我不太清楚是有什么效果。阴分泌救了我一命。哎，好吧，你要是一直出这招我很乐意。这样就是血，真的是就是跟坦克一样，但是完全没有伤害啊。我感觉起码坦克也是有点伤害的吧。这个商店是 greed， 然后钱也是很多，没有任何的方法。到了 depths one 也是非常，等于是敌人又变强了，我们自己呢倒是没有。哇哇哇哇哇！你有完没完？这个房间不错啊，我们可以就直接全部踩坏就完了。哦，这个石头我就不踩了，那边好像有一个石头。哇，Yam Hard 呢是有一定的，本身是想炸那边三个人的。Yam Hard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使吧，起码我们现在本身攻击就低，拿一个能增加，这爆弹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爆？拿一个能增加伤害的东西，我是觉得会不错。杰迪，我直接是利用距离打死就行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威胁。过不去，有七个爆弹。看一下我这个上面啊，
上面会不会是隐藏的？有可能是，炸一下吧。不是。这边呢？这边有可能是啊。这边好像不是。哎，我的操作呢是确实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刚才主要是不小心踩出了一个敌人啊，结果是我是有点心里有点虚，所以说瞄歪了。这回是，就是没了。我知道是我的恶魔交易几率是等于是失败了，但是我现在想法是，既然已经之前一直是没有恶魔的话，现在我是不想去，就再去直接是把这个交易等于是给再去拿一个交易，你明显是这是一个死胡同吗？还是哇，这个传送门怎么这么劲打？就等于这边也不是，这边也不是，就是隐藏房间。先打出一些。我觉得先留着吧，比 Bombs Key 应该要好使不少啊。觉得隐藏房间呢，可以看一看别的东西。现在主要是钱花不出去，买的东西呢都是一些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东西。Justice 相当于是，天哪！估计留一个 soul heart 的，然后留一个 internal heart 的，到时候下一局的时候呢是去，不是下一局啊，等于是去，这边还有别的东西吗？哎，那个隐藏房间我没有去。是没有任何价值。哇哇！怎么，我的感觉上四面八方被包围了。我们的射程呢，感觉上还可以吧，不是特别的糟糕，但是可以跟敌人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
好像跳不过来。这种蜘蛛好像是背上好像背着个蛋，然后特别的重，没有其他的蜘蛛运动能力要好。可以吃出一些 soul heart 来。我觉得大概这个样子吧。拿上 tower 打 boss。好吧，什么都没有炸到。这个 boss 应该不是特别的难打。感觉上跟 Monstro 的攻击可能比较像，但现在我们的主要是我的攻击力很弱啊。天哪，攻击力实在是太低了。像他的掉落物品应该是固定的两个，还是没有天使交易，这是我理解有问题吗？每感觉上50的几率，感觉上好亏啊。倒是有些钱，我觉得这个攻击力打 MOM 的话不是说打不过，但是有可能会比较吃力。可以说这层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等于是获得交易的机会了，除非下一层的时候你去，倒是也有一定的可能。给他炸了吧。下层的话，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 Joker 的卡的话，没准是能稍微的就是提升一下自身的强度，但目前来讲，我觉得我是感觉上能变强的方法都是已经我是已经尝试了，Curse Die 是我是觉得是不能拿，总之我是用不好。Damage Head 算是不错的一个物品。还是钱，
Loki 我觉得比较好打，所以说物品我就不使了，看看下一个 boss 吧。Monstro， 哎，离得太近了。好吧。是我太慢吗？还是什么情况？我感觉上平常还是 Monstro， 可能是 Monstro， 可能是他的 AI 进行了优化吧。另外我发现伤害好低啊，或者说是我速度太慢。一个半 soul heart 半就是普通的心脏的东西，我猜可能就是你血要是不满的话它可能给你加红血，要是血满的话它应该是会给你加蓝血。我觉得就先不吃了吧，反正现在是这个房间已经是被我们清除，应该是可以再回去，这边还有些钱给它捡起来。还是说那个心脏它是，我觉得可以做个试验，好像是跟我说的是一样，我的想法是会不会给你各加一个红血加一个蓝血，好像不是。这我这么慢有什么办法？这个房间是我不太清楚，你太慢就是一定会中招，还是说有什么有什么技巧啊？觉得吃了吧，不吃白不吃。现在不要再制造大便了，好不好？哎，我的一个低级失误，什么都没有。哇，这边这个 NV 还会，好像什么都没有打到啊，他还会推那边的那个 TNT。商店应该是还没有拿到过吧。两只 Hollow 还是三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不太清楚是我攻击力太低了还是没有打到啊。
他怎么改成横着走了？原来不是斜着走的吗？哦，可能跟刚才被减慢速度有关系吧。哇，这个房间有点恶心哎。只有一个妈妈的手，这样我很真的是跟这个 challenge 的名字一样，我现在是很坦克，但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可以说伤害是一点都没有提升，起始的 3.5 伤害到现在还是 3.5， tier 倒是从10变成了 7， 但是感觉上也不是特别的有提升，可以看打一些。这个失误是有点不太应该啊，就是注意一下的，就是打一些敌人的时候，还是感觉上比平常的伤害要低很多，毕竟是你的射速快了，并不代表你的伤害，感觉是都是这两个伤害跟射速都要提升一些吧，现在只有射速没有伤害，还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这样商店我有进去过吗？我感觉我是没有进去商店吧。我知道可能有人觉得是你可以，就是可以已经可以去打 mom 了，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说因为就是想省这么点时间，结果是导致最后我输掉啊。我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好吧，现在正式变成坦克。一个下人香，其实直接吃了吧。找到了商店，那个刚才那个东西我不应该，其实不太应该拿出来啊，打出来现在的话等于是还可以回去，一会儿还可以回去打他。这是复制药丸儿，没有一些药丸吗？
觉得拿一些打出一个 pretty fly 什么的东西也是可以啊。这个使了也是没有用，估计就只能是这么上了。估计会一会儿打起来可能会很暴力，就是跟敌人就是硬拼，因为现在是没有伤害。好，最上面还有一个隐藏房间，那个隐藏房间里边是有什么东西？一个红血没有用。好像我的这个听命菜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好像是没有打到多少的血出来。怎么打到那边去了？没有注意妈妈的脚。一个新的符文，别的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解锁。这个 challenge 我觉得打的真的是特别的不爽啊！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一个想法，算是可能有点不太正确吧。不太还是说是因为我理解有错误。总之，在游戏的屏幕左边是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你的状态的一个显示的一个页面。它的上面好像，我觉得上面那个几率应该是恶魔教育的一个成功率，下边呢我猜可能是天使成功率。我发现好像天使成功率是，我不太清楚是我运气特别不好，还是说是我理解的问题。总之我一直遇见过好几次，就是感觉上很高的几率它是一直不给你发动，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吧。总之我之前的想法，包括我很久期好几期之前，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就是我也是想去拿天使交易，但也是一直不出，导致特别难打。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要去依赖天使交易吧，感觉还是去就尽量不要飞血，然后去跟恶魔交易可能来得更，就是可靠性可能更高一些吧。天使我感觉上你要是有的话可能会类似于是滚雪球，要是没有的话就等于是恶魔的你也不敢拿，感觉上真的是比较，可能是就是会让你的角色产生一个很长的一个真空期。真正说要是什么拿不到的话，感觉真的是跟等于是这期这个一样，特别的攻击什么的特别的低啊。这样起码算是长了一个教训吧。之后呢我估计就不会再去像这样的是盲目的去找天使了，可能有恶魔的话，或者说有什么就拿什么吧，不要太要求太高。这期我估计就先到这了，下一期我估计还是接着去打这些 challenge 吧。感觉上还可以啊，普通的这个 run 的话，我觉得我是想先去多解锁些东西，感觉上解锁东西越多，可能再回来再解锁这边普通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总之下期呢接着打这些 challenge， 这期就先到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